出来的，是邪恶迪迦，他是怎么回事啊？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你这是把我带到哪里来了？哪里？这里不就是你们喜欢玩的地方吗？喜欢的地方？哦不不不，邪恶大哥，你放我们出去吧！真没出息，跟一个邪恶的人求饶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有出息，那就给你们自己的出息吧！王冠呀，不是王冠，这是个戒指。那谁的变身器是个戒指呀？这个叫狮子之瞳，只要大喊一声雷欧，狮眼就会发出光芒，雷欧就会变身了。所以这个是雷欧的。哎，刚好我这里有一张雷欧的卡，红色的 GP 卡，雷欧成功了。这个好像一个胸针啊，这个我小时候还买过一个呢。对，我也有一个，是看，是太子泰罗的奥特徽章。没错，就是它。有危险的时候，中间的红宝石就会发光，告诉他变身。刚好，我昨天拆到了泰罗的黑钻卡。泰罗，你的徽章，赶紧认领。接着第三个变身器好简单呀，就一个三角形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你知道？当然，这是莫比优斯做的，送给了盖亚奥特曼。盖亚，我这里没有盖亚奥特曼的卡牌呀。你有吗？他的卡等级都不高，所以我从来都不要盖亚卡。我记得我有一张，怎么找不到了呀？这样太慢了。百变能量骷髅牌，百变能量语言卡，盖亚你在哪？哎呀，我在这儿。原来掉地上了呀！还好我这语言卡能翻译成奥特文。你是护士，赶紧打开第三个锁。那我们就到最后一个了，一个圆圆的，这是谁的变身器呀？完了，这次我不知道是谁的了。这个变身器我也没见过呀。BBQ 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不是吧，我们出不去了。这都不知道是谁的？你快放我们出去。才不出来还想出去，坐那么慢。